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里有一个边长是 A 的那个正三角形，在这个山顶点上面哈，放一公克、两公克跟三公克的这个支点。那么他问说哈，这个系统的直心啊哈，与这个三角形的重心相距多少？好，我们先算这个三角形的重心啊。这个三角形的重心哈，我们呢依照公式，我就是说哈，我把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哈，把它标出来。这我令它是圆点啊，啊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单位的 a， 10a， 啊这里的话哈，这个这个它一个坐标哈是二分之一 a 嘛，那 y 坐标是二分之根号三 a， 然后这个重心哈是等于三分多少？三点相加，哦，三点相加，就零零加上这个一零，好 a， 啊加上多少呢？加上二分之一，啊跟二分之根号三 a， 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三角形的重心找出来。三角的重心呢，我们看一个坐标，一加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三除以三就二分之一了。好，那这个 y 坐标的话呢是多少呢？是零加二分之三哈，二分之根号三除以三，就六分之根号三 a。啊，或者你也可以从这里看，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的重心位置哈，是高的地方哈，这里多少呢？距这里全部的三分之一嘛。那 x 坐标的话是二分之一 a 嘛，那 y 坐标的话就多少？就是二分之根号三哈，啊把它除以三，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三分之一嘛，所以二分之根号三除以三的话就是六分之根号三。哦，这个是三角形的重心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，三个直点的直心位置，三个直点直心位置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加二加三，哦，六分多少呢？一乘以零零。啊，加多少？二乘以一零，二乘以那个一零。啊，加多少？加三乘以多少？三乘以二分之一，然后二分之根号三。哇 ，a 呀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把它合并起来的话，就是二了哈。二加上二分之三，这个是等于。二分之七啊，啊再除以六，就等于十二分之七，十二分之七。那 y 坐标呢？这是零嘛，这多少？乘积是二分之三根号三，啊再把它除以六，就十二分之三根号三。A。好，那现在问什么？问说直心跟三角形重心的这个距离啊。那我就给它呢取它的变化，我就这个向量指这个向量，就这两个向量端点的端点所形成的向量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我就是说，这个如果是 G 的话，啊这个是 RC 的话 ，RCM 的话，哦，那这个是重心嘛，这是直心的重心，那我 RCM 减掉 R 减掉 G， 就这个向量。这个向量我再把它取大小，就是这两点之间的距离。好，那这一减的话是多少呢？这十二分之七减六二分之一，就十二分之六，就十二分之一啊。那这个减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变成十二分之二根号三嘛，这十二分之三根号三，就是十二分之根号三啊。A， 它取大小。然后我现在我可以把。十二分之 a 哈抽出来，然后这一根号三取大小，那这取大小就二了，哦这个啊这个大小是多少呢？根号多少？一加这个平方是三，四开根号是二，所以多少？十二分之二都六分之一，六分之一 a， 所以这一题哈，大家应该要选一，六分之 a。